赖清德的说法是偷换概念的历史悖论，是逻辑混乱的台独怪谈，是新瓶装旧酒的分裂谬论，其目的就是要换个马甲，加成伪装，借所谓中华民国的旧躯壳，上市其台独新论调，欺骗舆论，愚弄民众。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，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。无论是祖国论还是建国论，都是台独分裂谬论。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、妄图分裂国家的言行都注定失败。任何强制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、民族认同、激化两岸对立对抗的言行都不得人心。